位，歡迎收看2012立法會選舉論壇，我是許芳輝，我是周嘉怡。今天論壇我們就請來新界西各張名單的候選人和我們講解一下政綱。新界西今屆議席有9席，咁多比上屆多了一席，而參選名單就有16張，比上屆多2張。新界西向來都是福縣最廣，候選人要面對的選民人數也是最多，有近100萬。我們先介紹16張參選名單先。首先是1號梁志祥名單，大家好。二號是麥美娟名單，大家好。三號是陳樹英名單，大家好。四號是陳偉業名單，人民力量遍地開花。五號是麥業成，各位市民大家好。六號是曾建成，各位市民大家好。七號是郭家麒名單，大家好，大家好。八號是田北辰名單，各位市民大家好。九號是何君瑤，願為市民服務。十號是陳一華，大家好。十一號梁耀忠名單，大家好。十二號陳恆斌名單，大家好。十三號是陳強名單，七個候選人都回覆我們是不會出席今天的論壇。而十四號就是李永達名單，大家好。十五號是李卓人名單，大家好。十六號是譚耀宗名單，大家好。大家的編號都是經選舉事務處編定的，稍後的論壇裏面都會依這個編號順序去發言的。我們現在先請一號的梁志祥名單開場發言，你有一分鐘時間。好，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一號梁志祥，土生土長的元朗人，天水圍的開荒牛。在過去90年代開始，我已經服務新界區的居民，在多次的立法會選舉裏面，我亦都跟譚耀宗主席一起參選。今次我的參選是代表民建聯和新界社團聯會，我們致力是打造新界西成為市民的安樂窩。在經濟方面，我們希望推動工商業的發展，令到我們的就業機會增加。我們亦都希望滿足市民的需求。我們亦都知道很多市民認為要搞好新界西的發展，所以我是有能力、有經驗，亦都會用心做好，請大家支持我一號梁志祥，同大家一起做好新界西的工作。多謝大家，請在9月9日支持一號梁志祥。多謝大家。好，跟住係二號嘅麥美娟名單，同樣有一分鐘嘅。大家好，我是二號工聯會嘅麥美娟。我們的社會現在有很多不公道的地方，好像財團壟斷、物價飛漲、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要爭公道，我們就要夠硬淨。我們的團隊年輕有理想，會秉承工聯會的精神，我們會爭取盡快訂立標準工時、臨時有薪侍產假、17日勞工假，解決市民住屋難的問題，還要打破壟斷，興建更多食環署的街市和發展街道經濟。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爭公道，公道就不會來了。要爭公道，我們就要夠硬淨。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爭公道為民生工聯會的團隊。我是二號工聯會的麥美娟，打工仔的團隊。我們很希望工聯會的會員可以集中票員支持工聯會的代表，令到我們工聯會可以細補在新西的議席。請支持二號工聯會的麥美娟，多謝。好，時間夠了。跟住下一張名單係陳樹英名單，同樣係有一分鐘嘅。大家好，我係民主黨三號嘅陳樹英。20年前我啱啱做地區工作嘅時候，有一班中一嘅學生家長嚟揾我。原來佢哋嘅小朋友入到一間中學，起緊新校舍，停曬工，七年幾百年都冇起到，令到啲小朋友咧要借一間村校去讀書，好辛苦，環境好惡劣，咬到成身都係蚊蠟。我接了這隻個案，跟他們去立法會申訴，結果是迫使教育署採取行動，要這間學校立刻恢復興建，兩年之後落成，家長都很開心。20年來，我跟很多個不同的街坊去立法會申訴，深深地體會到，立法會是會有更大的權力，迫使政府對市民的訴求作出回應的。今次我亦都係帶著好多市民嘅訴求嚟到參選立法會，請大家支持我哋三號陳樹英、黃偉賢團隊。好啦，時間差唔多啦，
跟住係陳偉業名單，一分鐘交俾你啦。人民力量守護香港，我哋係四號陳偉業團隊。保皇黨成日話要為民生，但係多年嚟佢哋喺議會做嘅嘢，好多時都同香港大眾嘅利益相違背，令到民不聊生。保皇黨支持領匯上市，支持地鐵私有化，支持停售居屋，支持強拍門檻降至80%，同埋支持成立強積金。正正係因為有呢一班講一套做一套嘅保皇黨喺議會裏邊為政府保駕護航，政府嘅政策越嚟越向大財團傾斜，最終受苦嘅係你同我呢一班嘅小市民。咁所以我哋絕對唔能夠俾保皇黨再入議會。要揀就要揀真係有勇氣向政府說不嘅人入議會監察政府施政。人民力量係少數願意為公義喺議會內外同政府說不嘅政黨。我哋抗拒港共治港，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所以請支持大家。好啦，時間夠啦。咁跟住一分鐘交俾麥業成。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民主陣線五號麥業成。我已經擔任了20多年的元朗的民選區議員。由於現在香港民主停滯不前，民生苦困，加上港共政權亂港，立法會由建制當道，通過很多不利民生的議案，包括領匯的上市、公屋的加租、港鐵的加價，令到市民生活日苦。所以請大家支持麥業成進入立法會裏面，向港共政權說不，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爭取民主，改善民生，反對23條立法，力爭雙普選。請各位朋友支持民主陣線五號麥業成，踢走保皇黨。多謝大家。下一位請曾建成，一分鐘。各位市民你好，現在打工仔很多是在職貧窮，做幾十幾個鐘都沒有安樂窩。這些多謝民建聯、工聯會這班保皇黨聯同執政的特區政府，搞到現在地產霸權。20多年來泛民的戰友民鬥不想，抗爭不敢，阿牛為了捍衛言論自由，在民間電台官司，我直接跟包志軍法官，尤德康法官直接說，不用罰我們錢，我錢用來發展民間電台，不用罰我們社會服務令和守行為，我們行為良好。量刑，這條是殖民地的惡法，量刑用最重的。如果我坐小監獄，法官大人你是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議會需要一些抗爭的議員。好，時間到了，下一分鐘交給郭家麒名單。今屆選舉建制派候選人經常說發展經濟、創造就業，這些是政府的工作，議員最重要是監察政府。當然不是說什麼都反，但是關鍵時刻出來敲響警鐘，跟市民一起對抗強權。建制派呢就成日話發展新界呢度嗰度，但係冇話俾你聽，譬如河套教育城係俾內地嘅學生嚟讀書嘅，消閒區咧俾內地嘅富豪嚟買名牌嘅，唉，自駕遊啊根本唔使講添啦。你如果問佢劏房局長係咪應該落台，佢就支吾以對，話繼續聽佢解釋。選議員一定唔要應聲蟲，要靠得住。我哋承諾同大家，公民把關，力抗赤化，拒絕洗腦，維護法治。請投票支持7號郭家麒、余若薇。我們希望為民主派爭2席。時間到，跟住請田北辰名單，一分鐘。大家好，我是8號新民黨田北辰團隊。大家記得我可能是九鐵主席啦、田二少啦，又或者是最敢言的人大代表。但今天我希望大家記得我一樣嘢。就我做九鐵主席嗰陣時，自創鐵路月票，乘客慳到錢，九鐵又冇收少咗。我哋新民黨就用呢種雙贏嘅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我早前參與呢個窮富翁特輯，親身體驗話俾我知，要解決香港嘅深層次矛盾，我哋一定要縮窄呢個貧富差距。我深信
我們的下一代，無論他們的學業成績好或者差，都一定要透過發展科技、創意和文化產業，才可以創造足夠的機會給他們向上流動。我們的下一代對香港有希望，香港的將來才有希望。請大家支持我們新民黨田北辰。好，跟住一分鐘交給何君耀。各位新界西的選民，我是九號獨立候選人何君耀。我是在屯門出世新界西的香港人，我是在香港出世的中國人，我是來自於這個地方，植根於這個地方。我知道這裡有什麼需要，我希望可以為廣大的市民服務。我愛國、愛港、愛鄉、愛家，但是不偏不倚、群而不黨。我討厭政黨的非理性的討論，長期是浪費了我們香港人的時間。我希望我藉著我自己的身份，有新界人的血統，懂得新界人的想法，亦都維護香港的法例。我何君耀請在九月九號請投一票。時間到，下一位開場發言是陳一華。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十號的獨立候選人陳一華。我參選的目的是要提供市民一個不一樣的選擇，將良知、關愛、基督的精神帶入這個多元化的社會。香港的民主發展要健康呢，就不應該再停留在泛民和建制兩把對立的聲音，是應該容納不同的聲音。我的參選呢，是要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同埋呢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服務。這個不一樣的服務呢，是包括了心、心、社、靈、全人關顧的服務。這個服務在我過去的30多年的日子當中，我體會到在病人的身上、家人的身上，在一些的戒賭的朋友、戒毒的朋友身上，以及其他的小市民的身上呢，他們是非常需要有關愛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十號陳一華。好，你的時間夠了，我們現在都休息一會，回來我們會看其他幾位候選人的開場發言。